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基隆市教育处近年来投注了42亿多元来提升我们的教育资源及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数位化、我们的社区共读站以及共融式游戏场这三大亮点，为您邀请到我们的民意代表，还有我们的家长会的理事长，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市教育近年来的翻转与亮点。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学生家长联盟理事长李进雄。主持人好，一座好，理事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理事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家长会长协会理事长倪瑞祥。主持人好，李理事长好，一座好。理事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的召集人秦真，请一座。主持人小君好，还有我们家长联盟的李会长好，还有家长协会的我们倪会长好，一座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座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引领全台教育资源投入了3.9亿，让生生都能无线上网，班班都有平板触控电视，校校都有创客教室，快看看。这堂国文课，孩子们使用平板，根据老师指定的问题上网找资料、打字上传，会不会卡住上不了呢？孩子们说不会，教室内都有分享器，频宽足够。我们班上的无线网络 APP 哈，这部分我们在今年年底也可以完成全市的班班有 WiFi 6 APP 去处理网络无线网络部分。那接着我们的生生用平板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虽然全国的比例是1:6，一个平板是6个学生共用的状况之下，但是我们基隆是已经超前全国，我们可以用两个学生共用一个平板的比例，然后在我们的学校去推行我们的资讯教育跟相关的线上学习。是否投注资源与心力，生生都能无线上网？智慧教育环境还包含了班班都有触控电视，每一位老师都可以在班级与同学进行数位化教学，实体远距同步进行。大电视的部分啊，就是如果是线上教学的话，其实它萤幕很大，然后所以孩子其实看得很清楚。然后再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会有线上的孩子，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像 Jumbo 啊，然后我们做一些分享画面的部分，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互动。然后现在因为学校还有给我们就是平板部分，所以如果当他们请假要进行小组合作的时候，我就会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平板放在那一组，所以他们还是可以进行小组合作。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每一桌上都会有2-3个平板，然后他们是对着他，所以可能会有那个画面上面对着平板在讲话，但是他们其实在讨论的部分。所以就是虽然在家上课，但是还是有达到其实很像在学校的那个部分。对，然后透过线上的作业的话，我们也可以平常可能没有办法花那个时间看的一些影片，从那边然后孩子的回馈，我也可以看到孩子的学习情形。学生们偏好的学习形式排序中，混成式学习很受欢迎，具弹性与多元可能的学习模式让孩子们收获满满。有平板还有电脑，我觉得用起来可能会比平常使用口头来补充更多资讯。用这个平板的好处就比我们自己头脑想的资讯更多，就是自己可以看影片，让自己更了解一些其他的东西。用那个 Chromebook 上课的话，是可以查到更多资料跟资讯，将在一些功课上或是在教学方面上也会比较好。就是如果你用 Chromebook 上课的话，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比较方便你，就是线上请假的人也可以使用。画画身体的时候就不容易出现尺寸上面误差，很快我们就完成了。校校都有创客教室，早已全数完成。后疫情时代，教育创新、数位学习成新常态，而基隆市府早就部署完成。基隆市在107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用历经3年时间就完成我们校校有创客教室。我非常感谢市政府大力的协助，所以我们在校园内我们使用资讯设备在进行融入教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数位载具的协助，然后包含我们这几年班教室内的网路跟网速提升之后，其实孩子在使用平板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的学习的速度更快，不管在收集资料或者在做互动式的资讯的交换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老师其实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多元，然后而且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发生。那这部分我相信在教育现场发生质变，对孩子的学习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这样的政策能够让孩子的学习有更多的面向。
智慧教育投入了3.9亿元，深深都能无线上网，班班都有触控电视，校校都有创客教室，提供给学生更舒适、优质与智慧化的学习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基隆教育最引人注目之一的就是智慧教育。从106年开始，校校都有创客教室，就领先全国。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市议会、我们的教育召集小组的秦真秦议座，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智慧教育方面，你觉得最有感的是哪些？其实现在最有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校教育自律科进入科学教育那个资讯时代。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小朋友学生的一个使用比例是1:2，也是比全国最高，其他的县市还是1:6，所以整个在设施以及资源的硬体上面，我们基隆市真领先前茅哈。那我想在整个我们这个资讯教育在基隆来讲，从104年课室一直在建制到现在111年，那在这几年之中呢，分了好几个阶段。我讲104年的就是。早期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准备，那时候是只是把学校的全新的那个教室那个液晶电视，那当现在是不是液晶电视，以前都是液晶电视的设备，从104年106年陆续的在更换，到了106年上学校整个网络的提升到什么到一 G， 好，因为那网假设你这个网络不提升的话，这个学生在使用的资讯科技上这个假如不顺畅的话，也会是一个教育上的一个所谓的挫败哈。所以到107年呢，那刚才讲的教育研发中心建制了，好，那在教育研发中心建制之后，是对于整个基隆市各校的教育的这个资讯设备的一个推展的一个这个中心了。所以有他们的一个建制，然后提供各校的一个所谓资讯教育的设施的一个方向，让在整个在运作上或在建制上非常的顺畅。最后，我想我们刚才我们讲的3.9亿。后来还多了一个4000万的未来的一个所谓 AT 的研发中心，这个 AT 研发中心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整个现在的科技的这个教育的一环里面向前走的一个未来式。对，真的，刚刚听议座说，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很厉害，就是年年更新，年年汰换旧设备，从网速开始到电脑，到现在的大电视触控屏幕，对对对，让大家非常的有感。接下来我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智慧教育的课程应用在实际生活上，孩子们的表现有哪些？哎，战斗吧！这是我爸买给我的维基贝利亚。这是我自己做的 3D 陀螺。哇，这是什么？也太帅了吧！想学哦，我教你啊。基隆的国小什么时候有这个的？早就有啦。基隆市从2018年就开始推行智慧创客教育，无论是程式编程或是 3D 列印建模，这两个都是智慧创客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让我们基隆的学生个个都成为有智慧的小小 maker。信是你逼我的，战斗比心盒。这是 3D 列印极胖喵。这又是什么？这是雷射切割啊！你看，我还有这么多。这是我在下雨天时做的。你们都作弊！这个是才艺班教的吧？一般学校才不跟你教这种东西。基隆国小就有了哦。这些都是用 Inkscape 软体所做的，在电脑图学中用点、直线、多边形所形成的图形。这是我们在做雷切、雷雕，还有 3D 建模很经常使用的软体哦。老师，且慢，你要泡茶吗？我来帮你看一看。老师，你看叶子上好多虫哦。哇，真的哎，你们教室真的好好玩哦。各位同学，这是我们从台北新转来的新同学，大家跟他问好，欢迎他。同学，老师，我好想我以前的同学哦。你在这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哦。真的吗？基隆市在多年推广智慧教育下，班班都建置大屏幕。
校园内建置高速光纤网络，让学生无论在哪都可以透过线上远距学习。基隆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及文史资源，我们就地利之便，带着孩子走读基隆及港口，并且融入资讯及创客，让他们动手做，包含各式的生活用品以及交通工具。最清楚的就是船舶，让孩子了解学习就在生活当中，进而培养他们思辨与实践的素养与能力。刚刚可以看到那个高速摄影体验，可以瞬间秒拍到水没有滴落的画面哦。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疫情，数位化就更全面了，让师生很勇敢的，其实有一个就是大屏幕的触控电视，因为好操控明了，那学生也看得很清楚，是教学上的好帮手。我们要请教李市长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数位化最有感的是什么？除了刚才所说的75寸或86寸的触控大屏幕之外，哈。其实我们基隆市还有一个全国首创的，因为其实在其他各县市大萤幕的设置是从小三开始，我就国小三年级开始，但是我们基隆市一个小孩子的权益都不能减少，所以我们是从小一还有一些特教班，我们都有建置所谓的触控大萤幕，哈，这个是可以感受到说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对我们这些学子的用心，哈，所以他让学的受教权益哈一个都不能少。然后再来就是教育处，其实在107年的时候就有投入了700万建制的所谓的教育创新研发实验中心，哈，这个是一个智慧教育的推动中心，而且他们本身有跟 Google 的一些协力厂商合作，哈，就是开发智慧教育的平台课程，哈，并且透过 Google 云端的那个工具的道教研习，哈，等于是超前部署，能够也让我们在疫情时期，哈，让我们老师的学校科技的教学能力，哈，不断的精进，哈。再来，数位化它最重要的根基，除了设备就是网络的畅通性哦。其实我们目前的校园是以10GB 的为主干线，1GB 的那个是之前建置的，就是一个备用干线。所以说，也在教学现场，我们也从以前的桌机改为搭配 WiFi 6的笔电，其实在移动性的话、操作性的话更方便哈。再加上各班都有建置 AP 所谓的机器台哈，让数位教学哈从有线到无线一路畅通哈，校园的数位学习也不卡关。哇，所以这个网速变快，还有好多哎。而我们的软体建置完成之后哈，当然少不了硬体设备的改善哈。基隆市政府哈更投入了大笔的经费哈，改善各校的电脑教室设备。目前全市已经有31所学校改建完成哈，其他的学校也将在113年的时候老旧电脑教室被改建完成。最后一点是说，教育部的生生有平板政策，其实它的载具跟学生比是1:6，但是我们基隆市已经就远远超过，我们是1:2哈。所以说，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在以上的一些硬体跟软体设备上，我们可以感谢到基隆市政府的用心哈，所以也是打造我们基隆市一个非常好的幸福的一个教育环境哈。所以学生，我相信大家都是在基隆市，真的会以基隆市为市民为骄傲。谢谢。真的也可以看到刚才的网速变快了，而且重点是大萤幕让大家也非常的有感。那当然数位化包括了班班数位化、班班触控大电视、班班深深有平板可以用，而且还有一个是太阳能板的装置，让发电的数据都可以看到。我们一块来看看。基隆市推动校园装设太阳光电系统，开放全市54所国中小共56校区的校舍屋顶装设太阳能光电板，建置太阳光电板面积比例突破100%，是全国第一。安乐区建德国小的屋顶全运用，突破气候限制，同时也投入环保绿能，为地球尽心力。这次呢，在学校的屋顶装设了太阳能光电板。不仅呢可以降低在顶楼教室的这个室温，而且呢也可以提升我们绿电的发展。根据教育处统计，基隆市国中小受购绿电能可回收的回馈金比例为21%，是全国之冠。预估全市各国中小学年度回馈金总计至少1300万元，排碳效益高达6700公吨，相当于创造了1810公顷的森林，为地球尽一份心力。真的就是要解决我们地球暖化的问题。我看这个排放效益高达6700公吨，而且可以创造1810公顷的森林。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于绿能发电的看法。是的，主持人，
哦，基隆市在推动校园装设太阳能光电系统，哈，连开放到全市54所国中小的校舍屋顶，共建置了56个校区，哈，含燕梅校区、上智校区装设太阳能光电板，学校校舍屋顶建置太阳光电板面积已经突破100%，为全国第一，哦。碳排放效益高达6700公顷，相对于创造了1810公顷的森林，为地球哦尽一份心力哈。再者，因为基隆气候的一个关系，以往太阳能光电厂商都望之却步哈。本次全市校舍屋顶统一标售，吸引了多家一个厂商的一个投入，为基隆市的绿能产量创造效益。经由这次学校校舍屋顶大量装设太阳能光电，不仅降低校舍顶楼教室温度，更可以有效提升绿电的一个发展。目前学校端的容量共计有16.451 kWp， 相当于给48户社区使用的一个夜的一个电量。再来就是基隆市的国中小经受购的绿电可收的回馈金呢，比例是我们全国最高，高达21%哈之冠。预估全市国中小每年回馈金至少超过1300万，自2010年到1月9日起开始计算，每年1月及7月收取，所收取的回馈金全数回归学校来使用，好改善学校的空间设备，再来我们讲的所有的冷气的一个费用，好提供学生更舒适优质的学习空间。是，我们可以看到倪理事长真的很用心，他准备的资料好详细，而且他还准备了一个手板，刚才忘记拿起来给大家看了。有看到各校的屋顶其实都已经装设了太阳能板，真的是突破全国的数据，100%全国第一。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在解决地球暖化上付出的心力。那不止我们看到数位化是领先全国，阅读硬体设施也让人刮目相看，很多学校的共读站、整个图书馆改建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定内图书馆，这不是星巴克，也不是成品，而是定内国中的图书馆，以翰墨书香为名，期许学子悠游浩瀚书海。我希望就带着孩子进来，就是他们有目的的在做阅读这件事。那也希望透过我们带他进来这个空间，让他感受到，哎，这真的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地方。那有一天他自己下课，虽然他们是辛苦的9年级，他们也可以下课，或是闲暇之余，他们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点阅读。那我觉得阅读其实是一件很自由也很轻松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跟作者对话，那这次我希望学生进到这里可以感受到最好的氛围。不只是沉淀心灵的休息站，还融入了教学共读功能。9年级孩子刚模拟考完的作文，经过老师修改及建议后，孩子们讨论查询资料，朝目标6积分迈进。那为什么今天要进到图书馆来？我其实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你从外形、动作、互动，可是从到我不知道那只狗到底喜欢怎样。红砖搭配墨黑的梁柱，木质书架上书本安坐，打上灯光后让人沉醉其中。108年共读站经费如愿获得后，将平凡无奇的2间教室打通成宽敞明亮的阅读场域。翰墨书坊就是给我一个很温馨的感觉，我看着看着就是很容易就进入到与作者一对一谈话的过程。因为这边氛围是比较平静，所以读书就是很容易就看得很入迷。这边读书氛围很好，就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翰墨书坊是校园中最漂亮的地方之一，因为翰墨书坊的环境很安静也很宽敞，所以在翰墨书坊中可以让我心平气和的读书。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书籍，然后可以任你挑选，然后位置也很多，就可以让大家都一起读书，一起享受这安静的氛围。我很喜欢翰墨书坊带给我的感觉，它让我觉得很舒服，因为这里采光很好，而且书也很多，也散发了淡淡的书香。
这里也是社区共读站，会开放社区民众来借阅，也会邀请讲师分享基隆文史故事，更是学校老师开会激荡创意的场所，还有与家长读懂青少年心事的殿堂。透过这神奇的汉墨书房，开启孩子与作者的心灵对话。真的是开启孩子跟作者的心灵对话。刚开始我们在说地内图书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师生哦，他们说，喂，为什么要把教室涂得黑黑的？就是它的墙面、它的天花板全部涂黑的。就没想到一整个完成之后，大家以为星巴克进驻学校，让大家都吓一跳。没想到是图书馆。我们要请教秦真、秦一作，其实，在基隆市，你看过很多学校的共读站，每间都很有特色。那你对于民众对共读站图书馆的回馈又是有哪些？现在这个共读站各校哈、哦、里面的装潢设计很时尚的，因为年轻人最喜欢时尚的东西，对别人来讲比较有吸引力，也比较能融入这个所谓的这个氛围的环境里。一来就是学生的学校的安全问题，二来在学生上课的时间上的一个分配的问题，我想这都是未来我们学校跟社区之间大家必须共同的去所谓研议一个所谓的大家能结合的一个时间的点出来，我想才能发挥到这个所谓共读站社区即学校、学校即社区化的一个功能出来。是，这个51%的学校图书馆是开放给社区来共用。其实呢，就可以看到每间学校他们有不同的设备。我知道理事长们他们有准备很详细的资料，几乎每间学校什么时候要来开放，然后什么时候又是招。让家长可以带着小孩子来一起共读，或者是开读书会，其实他们都有详细资料。我们要请教，先请教李理事长，就是对于我们学校各式各样有可爱风、海洋风他们的共读站，你最喜欢哪一种？你有没有什么感受要跟大家分享？阅读从小做起哈，良好的阅读习惯更是奠定我们日后学习的基础。然后基隆市在110年的时候就推动校有阅读老师的目标，然后目标是在113年达成100%。因为透过阅读老师有校有阅读老师的推动，能够深耕你的阅读素养哈，然后培养你终身学习的习惯。再来就是透过18座社区共读站，然后结合社区的居民共同培养阅读习惯，因为阅读不是只有分小朋友，其实大人也要有这个概念。然后在该各校结合当地特色营造的阅读场所哈。浓厚的书香气息，更是我们亲子假日一个互动很好的场所哈。那像这边有这些资料，其实我蛮喜欢港西国小这个区块的，因为其实他们的改建过的图书馆阅读站里面，其实他们是结合各地的特色。你看，像在港西国小这边，它除了可以阅读的地方，它有个小小的表演的舞台，它不只是只有阅读而已。其实，在校内的活动，它可以让小朋友在那个地方尽情的表演，尽情的发挥他们的所长。好，其实包括在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各校的那个图书馆，他们都是结合他们自己当地的特色，或是当地的一些那个历史，然后来去做一些他们的图书馆的改建。所以他们这个会让各地哈，在当地的居民哈，能够进入这个场所哈，其实会是一个非常享受的地方。而且我也希望说，透过社区阅读站哈，能够让亲子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说的以身作则，我们大人带着小孩子去图书馆去阅读的话，其实我相信小朋友也很快会把这个阅读的习惯融入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然后是养成一个终身阅读的习惯啊。谢谢。是，真的是终身阅读这一件事。但是也因为这个图书馆的翻新整修，让很多老师带着学生进入图书馆，又有不一样的阅读课程。我们一块来看看精彩的阅读课。我觉得跨领域阅读它其实就是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把跨领域阅读跟学习做结合的话，学生在学习的动机也会比较强。那因为我们在真实的情境需要用到很多跨领域阅读的能力，例如说我们可能要规划一个轻旅行，你可能都在现在这个网络世代、华世代里面都需要去查找很多资料，那资料上面你可能就必须要有媒体试读的能力，然后可能在查找资料过程当中，你要在这些海量的资料要转换成你要的资讯，它可能需要一点摘要重点，它涉及到可能就是阅读策略。一开始我做了一些课程，然后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共享，
那老师们也许觉得还蛮有趣或是蛮新鲜的，他们就愿意一起加入。那像这一次的学校主题书展，就是每一个领域老师有参与的老师，他贡献自己的学科专长，那也许看到想到都不一样，那激荡的火花就会也蛮精彩的。你们的第一关会有十几本书，好，它都是跟生命相关的书，告诉我你们这一组觉得哪一本最吸引你们，然后写下原因。桌上有摆树叶书签，每个人都要写一段鼓励自己或鼓励别人的话。拿到一本书不是全部就直接打开，你会迷航。你可以做的事是从这些封面、封底、版权页、分类号甚至目录去看看，我大概就可以连结。同时，这个时候你已经在思考。消费者挑选买鲜食，买符合生态保育、永续利用的水产品。我们又听见浪声豪迈，一次次冲击岸边岩礁的海浪，这可能是花东海岸。学到生命的意义吧。生命的意义不算是你活得长还是久，而是你在你这段生命里面能做到的事是什么。应该说我学到了一些在这短短13年当中没有想到的一些生命中的经验或是一些座右铭等等。提出我们想要知道的，然后再从书本里面中寻找答案。那这样子去认识东西或者是学习到新的东西，我觉得效率会好很多。那也希望之后这样的涟漪效应可以让更多校内老师一起来参与跨领域的阅读。哇，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翻转的这个图书馆内，学子的阅读课非常精彩，共融式的学习也让他们从不同的领域获取了不同的知识。我们要请教倪理事长，你对于社区共读展就是图书馆的分析，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谢谢那个主持人啊，就刚刚我们的易座以及李理事长的一个说，我这边再做一个补充哈。那我们的社区共读站主要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要就是打破传统图书馆，好，温暖共读，亲子乐享书香。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们基隆市政府他真的很用心的做了每一个阅读站都有各有特色。那我来举例说明一下哈，例如像说港西国小社区共读站，它就是以南京图书馆。那拥有依山面海，再来像我们的县栋国小，墙面彩色活泼，兼具童趣，自然的通风与采光，让人舒适沉浸在群书中。李理事长很喜欢港西国小的共读站，就图书馆，也很喜欢仙洞国小的。那当然欢迎，就是周边的家长，就是在学校的家长，其实也可以去学校看看，真的是很不一样。那跟学校还有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儿童游戏场，我们的游乐设施变成共融式，用不一样的方式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从玩乐中带大家来深入学习，一块来看看。游戏对孩童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他们最基本的生理还有心理需求。所有的设计呢，应该以孩童使用作为核心，掺杂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创造属于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游戏区。玩它的重要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游戏中，孩子可以感觉到愉悦、挑战、刺激，甚至是竞争还有合作，而小朋友也可以透过游戏呢找到情绪的出口，同时也可以自我疗愈以及自我成长。让孩子的一个游戏不只是游戏，游具呢也可以成为课程里面的教具，孩子可以借由游戏中的互动学习基础的社交体能以及认知需求，进而赋予他更深层的教育意涵。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动校园游具改造的一个行动。
基隆的七区国小儿童游戏场，以儿童的角度出发，与老师、家长及专家携手共同创作，不仅打造有趣的游戏活动空间，同时兼顾美感的呈现，与现地自然环境生态共同呼应，以及在地文化的融合，让孩子们能够自由游戏探索。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座游戏城堡，而我们将带着孩子们一起创造梦想的乐园。看完好有特色的儿童游戏场之后，就觉得好想去玩哦。我们要请教秦真、秦一洲跟大家来分享。其实看了那么多间，你最有感的是哪一间？学校的儿童游乐设施过去所谓的什么罐头式的一个设置哈。那随着这个学童的一个安全的考量，我卫生福利部啊订定了一个儿童游戏场所安全的管理规范。所以大家希望在这个儿童的设施里面，并希望他这个设施里面的有富有生命力、儿童的特色和游戏的乐趣，啊，兼顾安全。我想这是我们一个中央卫生福利部订定的一个管理规范。那我们基隆市今年，一区一特色的儿童学校的游乐设施，总共花费了6198万，好，那中央补助是3500多万，我们地方自筹2600多万。所以总经费呢是6198万，所以本个七区的特色有它的一个一环境，以及它的地形，以及当初的一个生活周遭的一个特性，而去做一说参与式的一个设计，融入了儿童、家长、老师三方面的大家的构思啊去规划一环境所需的一个特性，设计出来一个规范，我想对小朋友来讲比较有所谓的吸引力。那必以在地的文化也要融合，我想打造一个兼具功能与美感的游戏场地，这是所必须的。那刚才我们看在荧幕上所播放的几个学校的这个游戏场，一共有7所。我在这边顺便介绍一下，每个游戏场所它所需的经费是它的特色，啊，比如阮西国小的阮思的乐园，啊，因为它是一个设计外形像阮思的一个海洋的教育的元素。那它的经费呢是440万，啊，斗南国小呢是大船入港，它的造型像一个船型的城堡，儿童的游戏场兼具海洋及探险的元素，哦，它也是在今年2月底完工了，经费是430万。那仙洞国小城堡货柜屋，因为仙洞要靠近码头，货柜很多，所以他们以货柜为主体啊融入地方的文化主题。所以说才创造了所谓的城堡货柜屋，它的经费呢是220万。那三美国小的三美小学，因为它以它地形特貌关系，他们因为那属于森林原始的一个地貌，所以以兼具环境教育与探险的元素所设计的一个三美小精灵，它的经费是比较高，728万。那八斗国小呢，它是因为有原住民的一个所谓的群居的一个特色，所以他们以原住民特色为主，结合在地文化及艺术的特色，所以它的总经费呢是500万。那长乐国小呢，它地形是因为有金龙湖，金龙湖那边很多的所谓蜻蜓、红蜻蜓等等一些昆虫，
的一个元素，所以他们以这个为主题设计它一个所谓的蜻蜓的游乐园区的一个味道。它的经费是500万。那成功国小因为它被推展为音乐的一个学校为园地，所以他们所推广是以音乐乐器为主的一个游戏场所，他们的经费是190万。所以说在整个这7所学校的设置上来讲，是融合了各校的特色以及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入，让小朋友抛弃过去像外面罐头式的这个游乐场的一次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空间的游戏的场所，所以说让小朋友觉得很能吸收他们的一个感觉，让他们在游戏中得到一个学习，学习中能得到乐趣。我想这是一校的特色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和目的。真的就是要让孩子在游乐中学习，激发那个源源不绝的学习热情。那刚才听到易作很详细的说了所有游乐场、共融式游乐场、参与式游乐场的经费，你就可以知道基隆市教育处有多努力了。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呢，就是7个国小的特色游乐场完工，他们在选在长乐国小来举行开幕。蜻蜓、软丝大船变身成卡哇伊的大型玩具，让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好玩吗？好玩吗？长乐国小青春庭园游乐场正式启用，设计结合周边金龙湖的特色，也让孩子们在游戏时也能够成为课程教育。现在比较有整体性的规划，这个游乐设施也关于我们的校地金龙湖。这个游乐设施比较多元化，比较有比较多的设施，有重建比较完整，比较新。在学生导览下，基隆市长林佑昌、立委蔡适应逐一参观游乐场，全新造型的游乐场，孩子们超惊喜。基隆市进行全市校园游具改造行动，获得装潢补助3600万元，政府自筹2700万元，总计投入了6200万元。7个学校获得改善，完工之后美轮美奂。今天是我们7区的这个特色游戏场哈、来启用，那在各区有共有7个学校来一起进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整个游戏场的一个设计，它不只是一个游戏场，它跟学校里面的校本课程，还有包括我们小朋友的体适能的需求，其实都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更重要的是说，也利用学校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边边角角，或者是过去有高差不方便没有办法利用到的这些阴暗的一些角落或者是场地，把它做一个非常妥适的一个设计。那更重要的是透过校园参与，包括我们的校园长、老师还有小朋友，都在整个规划跟设计里面来共同的去发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属于他们的这个儿童游戏场。也非常感谢教育处把我们现在的游具不再是像以前的罐头式的塑胶的一些游具，都改变成像不同特色的一个游具。像我们圣美国小就比较倾向于森林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游乐区，然后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个小朋友都能够在安全的这个游戏的器具下面能够快乐的成长。充分利用学校的麒麟地，游戏设施五花八门，还有玩沙池，送给7个学校大礼，要打造孩子的梦想乐园。喂，真的打造孩子的梦想乐园。刚刚看到长乐国小里面还有沙坑，那孩子们真的是玩疯了。我们要请教两位理事长，先请教李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去了那么多间学校，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亮点跟反转？哦，那个一校一特色的那个游戏区哈，那其实我还蛮喜欢八斗国小这一间的哈，因为其实他们。这些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是他们以前闲置的空间，哦，就是他进大门的话，如果有去过八斗国小啊，他进大门那是一个斜坡上去，这边是一个闲置的空间，所以根本是用不到的地方。但是他利用的教育处的经费、补助的经费，然后把它做一个特色的游戏区，然后再他再结合他本身他的八斗地区那边本来就原住民比较多，又把他的游戏场做一个类似的图腾的地方。其实这个除了是说融入了地方的文化、校园特色以外，其实他就活化学校校园的空间，不会让以前在校园是一个很阴暗、不会有人去的，或是用不到的地方，能够让它做个活化，
而且会让小朋友其实对于上学不再恐惧，因为有这么好的、这么漂亮的游戏区，我想小朋友几乎都每天都很想去上学。我就现在，对，我就很羡慕现在小朋友，哇，去学校真的就是去玩去学习。我要请教倪理事长。谢谢主持人。平常先讲，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讲的斗南，斗南国小它那个设置。那他今天的设置呢，是以大船入港为主题，那结合本市特色的一个港口，那再来，他利用了空桥，空桥，对，空桥连接船体，及教室大楼的二楼，营造登船出国的一个氛围，同时兼具防灾教育的疏散通道之用，那再来就是说他的船头下方呢。船舱设计具有穿透性的一个空间，作为海洋教育情境教室，将室内教室放置于室外，成为创新学习空间，让游记富有教育的一个意义。真的哎，可以看到，就是每间学校都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可以看到校长、园长他们发挥了创意，把学校游戏结合学习，这是看到师生参与式游戏场的设计。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真的不一样，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融入设计，然后拿到自己最希望、最想要的游戏场所。那当然，像这样的改造环境之物。还有就是我们的用餐环境，要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市政府，他争取了1亿7000多万元，改善基隆11所学校的中央厨房。丰富多彩，实在幸福。基隆市长林佑昌与多位市议员在成功国小为11间学校中央厨房共同揭牌。为了提供基隆学子更优质的营养午餐，基隆市政府向中央争取1亿7000万元经费，进行包括百福国中及成功国小等学校的中央厨房改造计划。以成功国小为例，除了更新厨房烹饪料理设备与校厨作业环境，更美化原本昏暗的走廊，还将闲置舱间打造成丰食坊食育空间，并融入食育教育相关课程及活动，让小朋友了解食物来源，进而学会珍惜食物。我们不只是处理这个厨房而已，我们其实上是把它当成是校园改造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看到各个学校有师生的一个参与，另外厨房的周边的环境呢，也一并做了整理，所以很多学校其实是用这个闲置的仓库或者闲置的这个空间来进行厨房的一个改造。厨房的空间不只是这个食育教育的一个环境而已，其实也是整个学校包括休闲啊，或者是甚至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相关课程的一个讨论跟交流，可以一个空间但是有多功能的一个使用啊。那所以我们是等于是让整个基隆市的校园环境在最近这7、8年的时间里面有大幅的一个改变哦，比平常的营养午餐感觉比较好。今天我们用的那个小明亮又充满美感的用餐环境，加上由营养师品质把关的美食佳肴，让小朋友吃得相当开心，打破外界对校园厨房的刻板印象，更让关心基隆教育的市议员们大为肯定。有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回忆，还不错。它整个环境，整个环境非常好。因为记得成功国小以前不是这样子，那经过改造之后真的是不一样。觉得真的是学校用心，家长安心，小朋友吃了会开心，色香味俱全的一个营养午餐。学校哈环境改变以外，包括这个中央厨房啊，食材也很棒。所以学生应该很幸福，在这种环境之下的成长学习，我想他们会留下很好的回忆。我也非常开心，像今天我们学校的教育的引导这一环，我想对小朋友未来讲，他们在食育上还有在学习上，会觉得非常的一个开心的一个环境。我想成功国小校园环境的改变，今天再加入这个厨房的改造，我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让我们的学生、老师都有一个很好的食用空间，然后也可以让学生来学习我们食物的这个保存啊，还有不要浪费的精神。除了改造校园中央厨房与活用闲置空间，教育处方面表示，未来4个月将规划石斑鱼入菜，让基隆市每位学生每个月都可以享用一次石斑鱼。同时也规划将午餐菜金加码5元，并积极向中央争取升级午餐食材费用，
让基隆的孩子能够享用更丰盛美味的营养午餐。哎，真的很赞的，可以看到明代他们就亲身经历。然后我要请教我们的情真情义做了，其实他中央厨房这样改善之后，孩子的用餐环境提升，那对学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的厨房哈改变哈，可能抛除了我们过去阴暗又简陋的一个形象哈。那这次中央补助1700多万。让我们基隆有11所有学校厨房的学校都做一个大翻修，我想这个翻修起来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让我们觉得家长觉得学生在家里所享用的营养午餐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烹饪之下，让小朋友吃会吃得很安心。那在还有营养师的配置之下，创造很多不同的所谓的餐色，也让小朋友觉得吃得很开心。我想最主要是我们希望这样中央厨房的一个产生效能，能扩展到一些周边学校的一个共享的一个机制。因为有的学校没有中央厨房，但是现在学校全部需要所谓的在校的营养午餐的供给，所以说在这个功能上的发挥，不单单是当校的一个便利性，也希望扩及到周边的学校没有所谓厨房中央厨房的这些设施的学校共享这个资源。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学校的营养这个中央厨房的设置，它这次设计的非常的优质。我觉得一个，它把环境改善、通风改善、安全改善以及消毒等于清除余厨等等的一些设施都构想在里面，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构思。我想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小朋友会吃得很开心，我想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对，真的就是要让家长学生都很安心。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打在孩子的用餐环境各校的改变。用心、安心、开心是市府营造校园午餐的三项特点。我们每年约投入9000万元的经费，在校园一律使用国产可溯源食材，让食材来源透明化，也规划食农教育计划，让孩子能够把桌上的料理追本溯源，理解农渔作物的生长历程。这次我们向中央争取1亿7000万元的经费，改造厨房，提升卫生安全，并且让孩子能够看见校厨用爱心来烹煮午餐的过程，进而珍惜爱惜餐盘内的每一道菜肴，也将厨房周边环境美化，打造可用餐、上课以及休憩的多功能空间。食育教育是素养教育，提升环境硬体，营造轻松学习的气氛，并且聘请专业的营养师，让学校午餐不再只是吃饭跟用餐而已，而且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活用知识以及技能，并且付出实践的一个课程。这次厨房扩建计划，我们将全部校群厨房进行空间的检讨，除了调整食材处理的动线，依据生食、熟食等不同食材来进行区化作业，那方便人员操作以外，也可以避免食材的交互污染的疑虑。第二呢，除了改善厨房自然换气的设计，制造对流的环境，然后也利用纱窗来阻隔蚊蝇入侵，同时也可以增加通风舒适。至于学校厨余放置的部分，我们增购了厨余脱水机、破碎机以及低温厨放装置，让学校的厨余在暂放的期间不会有味道跑出来。最后，我们也将厨房周遭的空间美化，让师生共同参与设计跟制作，打造多功能复合式的文青餐厅，也能够在课余的时间在这个角落进行备课、讨论等互动。
哇，看完后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很幸福。那刚才说到那个百福国中，我们就笑声说那是打卡墙、王美强，我们要请教李理事长。好，首先真的还蛮感谢基隆市政府的真的用心啊、安心啊，真的争取经费，然后打造十一间学校厨房的改造哈，让我们对一些厨房以前很闷热或是很杂乱的那个感觉哈，透过它美感设计哈，然后活化周边的环境哈，变成是校园最美的角落。然后再来就是厨房，那环境的改变之后，其实我们除了让学生吃得安心之后，也要吃得营养，所以在校内也配置了营养师哈，能够让他整个在食的均衡里面，不会因为小朋友偏食而造成说整个吃的不营养哈，这个也非常蛮感谢基隆市政府的哈。那谈到百福国中的部分，其实他的中央厨房刚好我那天也有去看过哈，他其实他一进去就是类似一个王美强，刚才在影片上面我们有看到，最后大概倒数一两间哈，然后它整个的厨房空间是利用以前旧的棒球队的校舍去改建的，一二楼，所以它整个外面外观上面是一个蛮透明的整个玻璃墙面，所以学生也可以很清楚看到整个食材的制作过程，包括厨工阿姨的辛苦，所以透过这些，我们可以让小朋友知道说粒粒皆辛苦，所以说应该更懂得说珍惜食物的来源这个部分。哦，真的是会更珍惜，而且他们结合了食农教育，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而且他们可以亲自去采摘自己种出来的植物来吃，这就是很棒的食农教育。我们要请教倪理事长，今天当然不止我们的中央厨房的一个设备哈，还有就是我们学生学习的环境，不只是在教室哈。厕所也是学生生活空间很重要的一环啦。哎，你说到厕所，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那个灯光美、气氛佳，厕所改造真的很不一样，一块来看看。刚踏进厕所的学生都反映，哇哦，就算是已经用了一年，仍然觉得灯光美、气氛佳。是觉得新厕所的味道就是比旧厕所好了很多，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边。然后就是味道嘛，舒适。我很喜欢新厕所，因为新厕所的灯光很漂亮，跟百货公司一样，所以大家也都很喜欢来这边。花卉小瓷砖、圆形玻璃、镂空花窗、绿色植栽，甚至连扫厕工具室都精心设计。我们的厕所三层楼，男厕女厕，这一次的改建大概花了将近500万的经费，非常谢谢中央跟教育处这边的协助。那我们这一次厕所改建的理念就是希望提供学校有像百货公司一样很明亮干净的厕所，让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勇敢的来上厕所，不会因为厕所阴暗脏乱而有憋尿不敢上厕所的状况。那这一年使用下来，学生都很满意我们学校的厕所，那学校这边我们也会尽力去维护，让学校的厕所可以维持这样子像百货公司一样的厕所，有明亮整洁的感觉。学生学习的环境不只有在教室内，厕所也是学生生活空间很重要的一环。教育处积极争取中央经费补助，109年争取了4524万7000元，改善了12校75间的厕所；110年争取到1020万2000元，改善了5校17间的厕所。111年度争取到1011万8182元，改善了3校9间厕所。而在112年度编列900万市府预算，要持续改善2校的厕所，就是让全市校园厕所全面焕然一新。厕所改善也同时增设无障碍厕所和性别友善厕所，提供师生一个无臭、明亮及空间舒适的如厕环境。如厕环境改善之后啊，很多老师就笑着说，就是如果以后上课找不到学生的话，可能去厕所找一下会找到。那我们要请教你理事长，你就去上完厕所之后，有没有觉得学校的设备改善？对，刚刚我们看了町内国中厕所的改建后啊，宛若百货公司5星级饭店的一个厕所。那学生笑着说，灯光美、气氛佳，简直就是7星级这个厕所，想继续待着而不想再出来啊。那所以说呢，教育处积极在争取中央的一个补助，经费补助哈，各校厕所经整修都焕然一新，同时也增设我们刚刚讲的无障碍的厕所以及性别友善厕所，除了提供教职员学生无臭、明亮及空间舒适如厕空间外，更营造友善多元共融的学校学习环境。
对，真的就是要让孩子的学习环境提升，那当然学习能力就会变好喽。最后，我们要请三位来跟大家说说话，分享一下对基隆市教育处他们的用心给予肯定。我们先请你理事长。好，谢谢主任。教育的本质哈，不是只有知识的传授。面对教育环境教学品质的提升哈，都可以感受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用心哈，一切出发为孩子，在良好优质的教学环境内学习哈，相信可以更事半功倍的得到更好的学习哈。在此也仅代表我们基隆市的家长哈，来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还有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用心，在这几年来哈，让我们的整个教育品质大幅的提升，谢谢。谢谢李理事长，那换倪理事长。谢谢主持人，刚刚李理事长有提到哈，不止从国小端开始一直做起，甚至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的各校的公托、公幼以及幼儿园。每一间的幼儿园的设置真的是焕然一新，绝对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所以我在这边，我们非常感谢教育处的用心让基隆的学子来受惠，谢谢。是，就是要让基隆的孩子可以有很好的学习环境。那我们请教秦真秦一座。基隆市教育的一些经费啊，这几年来按部就班的明年的编列，也向中央争取经费。那我们基隆市一位审查的时候，可以说完全一毛都没有删。因为我们投资教育在孩子身上是最有价值的，所以说在此跟各位我们基隆乡亲报告，基隆的学习的环境、教育的环境是非常的优质的，也非常良好。希望各位能把孩子留在基隆的教育环境里、学校里来就读，让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孩子们在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中学习成长，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谢谢易座，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看到从明代的角度，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到基隆市教育的进步与卓越。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飞向未来，飞向国际。下次见喽，拜拜。